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半决赛，王曼昱对阵王艺迪。首局比赛双方竞争激烈，双方都先后错失局点，最终还是王曼昱13-11先下一城。第二局王艺迪持续施压，12-10追平比分。第三局王曼昱火力全开，11-1轻松拿下。之后的王艺迪爆发了巨大的能量，第四局11-8拿下，进入决胜局后又是逼出赛点，直接用发球直接得分解决问题，大比分3-2淘汰王曼昱晋级决赛。这样一来，王艺迪将与陈幸同争夺女单冠军。之前一场比赛，陈幸同3-1淘汰了夺冠热门陈梦，至此奥运冠军全军覆没。我们看一下陈幸同这场比赛的精彩表现。